平時咧我就好憎喺屋企擺夾嘅，點解咧？因為每次去完旅行之後咧，個夾咁大個勁亞定啦，係咪先？咁今次咧，我點會介紹一個咁平平無奇嘅夾俾大家？佢一定係有啲嘢嘅。嗱，佢咧就可以用完之後，哇！折到幾細？折到咁細就可以收埋佢啦。可以接埋啦，咁所以咧，你可以去旅行嘅时候摆喺个夹入边，咁你又可以带多一个夹去旅行买嘢啦。咁另外咧喺屋企嘅话咧就好方便咁样收藏啦。不过咧我就觉得咧佢就有一个小小嘅缺点啦，就系咧呢一个夹咧佢得两个辘噶咋。嗱，虽然咧有人咧就中意佢两个辘，因为咧摆低嘅时候佢唔会碌嚟碌去，但我觉得两个辘咧就买嘢唔系咁方便，因为咧拉嘅时候就好费力啊。